你能不跟我家不？你出去啊！叶子，你过分了，我刷丝机都给你弄了，你跑我家了，老跑啥？然后你们老把那个漏斗给整坏呀、啊？我刚修上又过来了，你耍我呢你啊！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，我的世界啊，我们现在玩的叫铸模篇啊，铸模空岛篇，谁有空桶？不刚才给你了吗？怎么没完了你啊？我再给你吧，你在哪儿呢？我这有空桶，这家伙全指着我给你的，给你了啊。好吧，那咱们现在干嘛呢？我们现在得打怪去啊。OK。你怎么又上我家来了？出去你！你把水倒了不就空桶了吗？哎！你不有刷丝机了吗？你还跑我家来干嘛？出去！哎，这你这出去啊！你咋回事？什么鸡的刷丝机？你那有刷丝机了，你还上我这儿来干什么玩意儿？啊，你有完没完？你们是怎么回事？活不起呀、啊？再给你俩，你干嘛呀？给你们做刷丝机了，你们也不那啥。我先去三楼，我瞅一眼啊，我还得打怪去。我这样啊，我去卡位的地方，我招一下怪。没有了吗？就你一个啊？一个一个打吧呢，快来快来！哎呀，把他给坑死。然后他的掉路，咱们能换东西啊，换钱呢，换什么别的东西？我想买一个竹子。嗯，这样，先一个。哎呦我去，你蹦什么玩意儿？把他弄死啊！竹子好像挺贵的。哎，这怎么骨头呢？一个，我再多弄一点啊。快来，嘿，怎么又来了？哎，空气，你去打那边去！我去，空气啊，给！我去，你怎么硬打呀？我去，太狠了吧这个！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三个点？没了，你管我要几个桶了？我给你六个桶，你耍我呢？你自个儿去打怪去换去啊！下来，搁这卡位吧。你打那个呀，空气呀，你跟我这个较什么劲呢 ？OK， 俩了啊，我先去消费去吧。OK， 走。好，然后我是想要一个这个。OK， 小竹子，然后骨头。小竹子是可以吹的吧？哦，这样，然后咱们竹子不用放水吧？竹这样呗，吹一下，咋不了了？我的斧子哪去了？五个，我去，我这刨费劲呢，这，哎呦我的个妈！818，你干啥呢？搁那儿？哎，这样挺好啊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想做什么呢？我想做点那个脚手架，这刨树你看太麻烦了。嗯，够不20？我家里留一个竹子啊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拿点丝线，我做点那个脚手架。哎，这就方便了，是吧 ？OK， 然后呢，我把这个上边我给糊上啊，那边有岩浆。哎呦，这儿呗，给糊上啊。好，行，然后呢，咱们就脚手架这儿呗。这树多高都没有问题了，是不是啊？我没有那啥呀，我没有那个斧子吗？斧子有，这样呗。我要弄一个好一点的斧子吗？我把这树给刨了啊！小伙伴可能觉得你刨树干嘛？需要他的那个苹果，我需要苹果。苹果是做那个抢夺的，金苹果可以那个附魔抢夺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树苗，苹果没看着啊！你看这树长这样式儿的，磨磨唧唧的。
这个都得给打掉是吧？要不然它不脱落，它不脱落就不一定有苹果。我现在需要三个苹果，我现在身上有一个，啥时候能脱落啊？哎呀，我的个妈！这还下雪，树苗是掉了，苹果是没看着，有点费劲啊。哦，跟这个树连着呢，这能脱不？差不多吧。还有哪儿连着的没？这谁知道啊？这树是这磨叽长的。哎呦我的妈，这不行啊！我拿根棍抽吧，干这样行不行？给个苹果呗，太费劲了。哎，掉一个，俩，哎，三个了，太好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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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个苹果，还是脱了是吧？嗯，然后呢，这把剑呢，我需要抢夺啊，抢夺的话，嗯，我需要大量的金子，金子就一个。OK， 我看看啊。你能不给我加不？你出去啊！叶子，你过分了，我刷石机都给你弄了，你跑我家来老刨啥？然后你们老把那个漏斗给整坏呀、啊？我刚修上又过来了，你耍我呢你啊？我看看啊，这样，你别老进别人家行不？刷石机我都给你做了，又给你岩浆，又这个那个的，你烦不烦？又在你，哎呀，你们能不能不烦我？你们玩你们的不行吗？刷石机都给你做了，你嫌磨叽，你又跑我这来挖了，你这，咱俩不住一块儿，大哥。哎呦我去！怎么个意思啊？现在从这儿上去啊！快死得了你！这有一个，你拿个盾上去劫，你扛不住他们伤害，去死吧你！你得拿盾，他们伤害老高了，他们只是脆而已。哎呦我去的，我的剑伤害也挺高啊，不过咱们这个防具扛不住他们这么打。谁给我泥土刨了？那谁知道啊？人这么多啊！我去的，还行是吧？我把他杀了啊！他掉皮革，哎，没掉，没掉，没掉吧？能分解成煤炭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你自己试吧。我留一个，我试试我的那个什么行不行啊？打我去看看来。我去，我能硬扛他们现在打了。哎呀，可以啊，没白装啊！哦，可以啊，我现在这装备啊，原来是根本就不行啊，站不住的。你去那个商店看看，有卖碳块的。我去，这装备好了是不一样啊！原来这打一下就死，打吧，去你的吧！哎呦我去，这么牛吗？现在啊，打他们！我去，硬扛！妈，曾经何时是多么羡慕空气呀、啊，战撸之王是吧？现在咱们也可以了，能分解吗？我不知道能不能分解。我去，站着走了，现在都，原来是都这样撅着是吧？哎，你别打我，别打我，都这样的。都不咋掉血的，是因为这个的事是吧？这个保护六的 ，OK， 咱们拿这个铁干嘛呢？咱们换那个黄金啊！去，
OK，OK，换那个黄金，然后咱们那什么啊，咱们那个往上附魔，然后黄金也可以加那个什么，加那个保护，好像是，我瞅一眼是不是啊？保护是不是黄金呢？是，用黄金来往那个装备上注魔那个保护啊。OK OK OK， 还可以是吧？装备都修的嘎嘎新呢，刀嘞！哇，这保护这么厉害吗？OK， 谁找死去打那个战神狮王去了？你啥装备我都不敢去都。哎，你们是咋想的呢？那空气打都费劲都，你知道空气什么装备了都？我看看啊，铁都50多个铁了。你这个杀了命啊！哎呀妈，这装备好点的是好了啊，可以可以。然后咱们现在干嘛呢？把这个给烧了啊，这个能烧成金板。然后把这个弓箭呢，咱们都塞回去啊。OK， 然后下一步我去那什么去啊 ？Boss 进家了是什么意思？哎呦我去，谁给引过来的？谁把 boss 引过来了？我把他弄死，我把他弄死。他怎么过来了？他搁哪儿呢？你把他引过来，我装备掉虚空了。谁把他引过来的？把他引过来干啥？我去的，这我这打都打不了。你们快躲开！我去，我还合计他们怎么去打他去了呢？把他引过来干啥呀？我去，我打的还没有他回血快呢。不是，把他引过来干啥呀？不行啊，我这打不动啊。我去，我扛不动他，我扛不动他。谁呀？我去的。谁呀？我去。开一下和平。啥叫开呀？不能开和平，我都干死了空气，你开科技，我都开创造了还开科技，谁也活不了。拿一下神器，拿什么神器？上不给拿神器，拿什么神器呀？我看一下，我现在干嘛？把我计划都给打乱了。OK OK， 我看一下啊，我装备全没了，你装备呢？你装备呢？掉虚空了，别告我啊！还能找着不？别吵架，别吵架！不知道谁捡了，谁把人装备捡了还回去呗？我把这些都换成黄金啊，这样呗，13个，貌似不找了。金苹果来一个，这我能压吗？够呛啊。青金石，不是那个怪是哪来的？得3个金苹果，我去的吧。谁把人别人的装备捡了还回去行不？铜套是我的，铜的也不好啊，小伙伴是吧？我看一下啊，那我还得攒呗。哎呦我去的，我金子我还得攒不少。我看看啊，这个能卖点。骨头也不够卖钱呢。你不是叶子，你能不能不老上我家来翻我东西来？你这样我给你踢出去了啊。怎么隔着墙偷我东西呢？怎么别翻别人家东西行不行啊？怎么这样呢？OK， 我看看啊，你别用我的刷丝机，你不有吗？我不给你做刷丝机了。哎，我去，你真烦人，你。我看一下啊，那我现在我还得去上那边打去呗。我说你太烦人了，你呀、啊！你看人家杰做完刷丝机，人家老实的跟那挖石头，你咋回事啊？
废话，那是我的，那不是你的，你还嫌你那个慢，你真是，那是我建的，不是你建的，你这怎么用的理所当然呢？你怎么事儿？你本来就不应该来，咱俩不住一块儿，你什么鬼呀、啊、你？都给你建的刷丝机，都饭都喂你嘴边了，你就吃一下还懒得吃，还非得拿个吸管吸，你真是浪费我的时间。给你建的刷丝机你不用，那你靠别人，你不你靠到啥时候呀？我真服了我。这打死一个能给多少啊？还行还行啊，哎呀好多了，我真没寻思啊我能这么站着跟他们打，以前都是卡位子打，加保护还是有用的啊小伙伴们，我这个头上保护是6呢，够不？30多应该够了，也不一定，我去看一下啊。别老上别人家去，东西丢了赖你，你还不承认完事儿，这样对吗？好像也不够吧。OK， 我看看啊，你说东西丢了赖你不赖你？你说，苹果差一点了就，我看看啊，那我把这个剑卖了，也，哎呀我，你们怎么，我的桶7-8个都让你们给拿走了，你们真是。好，我看一下我现在干嘛，我现在把这个剑给卖了啊。不是那个 boss 是谁给整来的、啊、哪儿呢？哎哦搁这儿呢，去岩虾。哦这够了吧，可以了可以了啊。抢夺得弄啊，再来个金苹果。铸模就是这样啊，你找到自己相应要压的什么铸模的东西，然后你找到以后你再准备点青金石，然后你就这样。我现在压的是抢夺，3个金苹果加上这个，你看这就可以了。抢夺3，还可以弄啊，抢夺4，抢夺5是吧？可是你没有那么多材料。OK， 这样呗。抢夺3啊，这是原版的啊，原版的这个顶配了是吧？锋利13，抢夺3，再往上弄一点就好了。给点啥呗，我抢夺3怎么连个皮革都没有吗？侯爷坐你家那儿刷丝机需要几个漏斗？3个漏斗就行，15个铁锭，就是说白了去打怪去啊，捡他们那个骨头啥都能换钻石，钻石能换成铁，听明白啥意思没？你这腐肉卖钱呢，腐肉能卖钱，空气啊，腐肉，你看腐肉能卖个钻石，你当破烂扔啊？能给我俩箱子吗？不能！你们怎么什么都伸手呢？你们，我啥也不给了，啥也别管我要，什么鬼呀、啊？啥都要，你干啥、啊？空气啊？空气，我给我啥呢？咋的了？这个怎么一丝儿？这不能卖钱吗？背包我看着了，这一个能卖老钱了。空气现在是个款爷是吧？我看完，你就给我一个我也卖不了啊。空气啊，你给我一个也没用啊，我卖不了，得2个卖呢。腐肉，这又能卖个钻石了，你怎么都能混着钱啊，小伙伴们，你们看啊，是吧？腐肉能卖一颗钻石。腐肉能卖一颗钻石，还有骨头，你看是不是、啊、你怎么都能卖，你看这样你怎么都能混着。 OK， 然后我把这个钻石给霍霍了啊，我把这都换成黄金，然后黄金呢8个黄金，家里还有一个9个，咱们看一下能不能往这儿再压上啊，保护6是吧，我们看能不能整成保护7啊，这样呗，帽子，这个，你看保护7了，是不是挺好？然后看看下边这个保护2，那我得有3个呀，3个金锭我就能变成保护3了，以此类推啊，大概是这意思吧。
你看保护期了已经，这样的话就更扛揍呗，是不是、啊、大概这意思啊。